台上歌手热情开唱，底下歌迷随着音乐摇摆。不过像这样的大型演唱会在许多偏乡地区很难有机会看到，为此台东县政府举办089部落巡回演唱会，让艺文表演进入部落，族人相当期待。到外面去行动不便啊，所以有年轻人到乡下下乡来演唱会的话，当然我们老人家会很高兴啊。希望让每个乡镇都有机会接触到艺文活动，特别是演唱会，所以我们把这个活动拆成5个，到不同的乡镇去，而且最重要的是要搭配当地的活动的元素。089部落巡回演唱会已举办多年，以往都是在市区开唱，去年首度下乡后引起热烈回响，而今年活动更将结合部落丰年祭跟地方特色吸引人潮，规划前往大武、鹿野、成功、达人、绿岛等5个乡镇，邀请到阿豹、明雄以及卢学瑞等10多位艺人轮番演出。阿妈就已经90岁了，这样，然后所以有时候我在台北，有一些音乐会什么的，她都听不到，所以这次呢刚刚好，然后就可以回到部落里面，然后老人家就哎呀，就是可以走路，然后就到一个地点，然后就可以听我唱歌这样。能够让我们很多的长者或是部落人哈，在有机会能够跟我们这些明星接触，也希望说借由这个演唱会呢，能够做一个刺激消费的一种效果。台东县府表示，希望透过089下乡巡回演唱会活络当地表演艺术风气，让文化艺术更贴近民众的生活。而首场演出将在8月21号，有入围8项金曲奖的阿豹领衔开唱，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把握难得机会。原视新闻曾正台东市采访报道。